现在既有凤山高中，我们喜欢它这个学校的原始的历史的风貌，然后它有加上它很有历史的学校入口以及背景的建筑的意象。那现在既有学校呢，入口都是有大王椰子树，我们希望保留这个垂直的阅读，然后创造一个很强烈的且现代化的入口印象。那同时这种垂直的阅读就代表了历史的这个大王椰子树的同时，在对面的澄清路也是由建筑师设计的一个凤山行政中心，也是有这种垂直的阅读。我们不只是尊重它既有的学校历史，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一致性的城市结构。